大家好，我係記，今天是2023年4月26日星期三，我第三文報道，黎智英二字，黎松欣追到英國，期待同英國首相同外相接見，而家黎智英被控涉弊國安法之下，串謀勾結外國話見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。黎松欣話：爸爸是英國公民，英國政府的態度比較美國弱，他希望英國對香港或者中國態度強硬，同埋英國政府呼籲釋放黎智英。最近是日本米羅元松先生的日文版書《Freedom》。唔好意思，我未買，我想睇呢本書，我覺得最近嘅香港治安越嚟越壞，聽講涉到越嚟越多，好擔心香港先至氣氛黑暗，好心痛，我繼續關注香港事，拜拜。